州一位老人说，建筑是凝固了的音乐。的确，建筑不但是一种确凿的物质，还是一种艺术。不论它站在那里，或者坍塌成废墟，总会以精心设计过的形状、耐人寻味的表情，让我们联想与其一起发生的事件，以及它所经历过的岁月。从2003年夏天开始，我们老建筑摄制组一边采访一边拍摄，在2年多的时间里，几乎走遍了辽东半岛，走遍了大连城乡，不断地用文字和镜头去寻找古人遗留在这片山野间的残砖碎瓦，去记录近代以来陆续呈现在市区里的老街旧楼。小洋楼和大杂院是大连人常说的两个字眼。建市之初，达里尼市长萨哈罗夫曾故意制造种族隔离、华洋分处。在他的规划里，让俄国人住在东部的行政市街和欧罗巴市街，让中国人则住在西部的中国市街。其实中国市街在萨哈罗夫时代并没有动工，后来是日本人完成了这个规划，让城市总体上形成了外国人住小洋楼、中国人住大杂院的格局。于是人们就习惯地把东部称为东大连，把西部称为西大连。一走进这里的街道，就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恍惚，不知它原来就是灰色的，还是后来经过风吹雨淋变成灰色的。总之，走在这里既让人觉得温暖，又让人感到一种难言的逼仄和寒酸。这就是上辈子大连人所熟悉的小岗子，正是由于它在城市的西部，所以后来又叫西岗。从西岗再往西就是沙河口，当年他们一起被称为西大连。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随着山东等地的劳工漂洋过海涌入大连，居民住房越来越显得拥挤和紧张。从30年代开始，日本当局为了缓解这种状况，便在西部中国市街规划设计了一批一中一洋的集合式院落。院内为中厅外廊式结构，所谓中厅其实是一个大天井，天井里有一个公用的水龙头，一个公用的旱厕。所谓的外廊其实是阳台兼楼梯，住在楼上的人用水入厕都需要通过这条外廊走下来，生活十分不便。住室内多是北方农村的三开间，中间是灶屋，两面是睡屋。睡屋里少数人家睡床，大多数人家睡火炕，所以许多人家要在门前堆放烧柴或蜂窝煤。灶屋里用来做饭的是铁锅，灶台旁边还要放一个风匣，拉风匣常常就是小孩子的活。有的人家还在灶屋里养鸡养鸭，像是在过乡村的生活。好在多数人是从乡下来的，对这些并不陌生。即使现在仍有人怀念当年在铁盖上烤豆子、烤地瓜片吃的情景。由于这些房子是专门给中国人住的，建筑标准并不高，设计也很简单。经过几十年的风吹雨洗，它们显然要比东部那些小洋楼破旧的厉害。所以，这些密集而充满世俗味道的集合式院落，大部分已经被拆除。
老大连人习惯地叫他们大杂院，也有人叫中国房。之所以叫中国房，主要是与日本房相对照。中国房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式房屋，即使是青砖灰瓦，也是欧式与中式相混杂的风格。虽不像日本房那么豪华，然而从屋檐和门口总能看出一些精致的细节。细看上去，檐头的砖饰有卵形，有齿形，有的还雕成各种花果和树叶的形状。这原本属于欧式元素，却装饰在中国房的墙壁上。能住在这样的院子里，起码是温饱的市民阶层。过去，在大连，每逢初一或十五的晚上，总会有人蹲在十字路口烧纸。烧纸的多数是老人，是因为少小离家，一直与爹娘隔海相望，只能以这种方式遥寄对祖宗家族的孝心和思念。也有年轻人烧纸，那是因为家里的老人已经去世了。老人在世的时候嘱咐过年轻人，忘了什么也不要忘了烧纸。住在中国房里的人并不认为这个举动就是迷信，而觉得是在尽一种孝道。他们说，山东是孔孟之乡，所以山东人信奉孔孟之道。在这个城市，山东人是最大的移民群落，当年被叫成海南丢，就是从渤海湾南面的山东半岛丢到北面的辽东半岛。丢过来是为了谋生，因此就有了这种烧纸的风俗。在中国房大杂院里，邻里之间虽相处了几十年，彼此仍非常和睦，这也是移民文化所特有的色彩。在大连还有一种特殊的建筑，就是贫民窟。大连曾经有四大贫民窟，在东部四儿沟，由以码头工人为主的红房子和穷汉岭贫民窟。所谓红房子，就是用红砖砌筑的给华工租住的宿舍。这些华工大多来自山东半岛，这些蜂拥而来的华工给日本人带来了新的商机。他们在东海头的四儿沟辟出一块地方，修建了100多栋集中营式的2层楼房，实际上是华工收容所。日本人却给这片红砖房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叫碧山庄。所谓穷汉岭，据红房子旁边的一条山岭，那些连红房子都住不起的穷人在这里搭盖起不挡风不遮雨的棚户。四儿沟虽然地处城市东部，但它不属于东大连，这里的情景与东大连洋人们的生活完全是两个世界。在城市中心区有一个以人力车夫为主的小车大院贫民窟，那是上个世纪20年代初，日本人山田森一在若狭厅开办了一个人力车株式会社，并雇佣了上千名人力车夫。若狭厅就是今天的昆明街，为了方便管理，山田森一在若狭厅建起50多栋红砖房，租给车夫们住。于是这里就成了著名的小车大院贫民窟。当时大连市内有大量以拉车为业的穷苦力，各式人力车、各种马车在市区里来来往往，与有轨电车、出租车抢生意。除了若狭厅小车大院，在白云山下还有一个大连马车收容所。
在城市西部还有一个以筑路工人为主的香炉礁朱家屯贫民窟，在城市南部则有一个以渔民和小商小贩为主的石道街贫民窟，他们都属于城市的过去。那些贫民窟虽然早已消失了，可他们曾经在城市的阴影下面存在过。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。昨天还挎着大刀、牵着狼狗、满大街耀武扬威的日本人，一下子垂头丧气，席卷而逃。官邸、花园、别墅，尤其是那一片片小巧精致的公寓式小洋楼，突然间空了。大连市政府向全体市民发出一个号召，让住在红房子棚户区里的人搬进来，统统住到日本人空出来的小洋楼里。开始的时候，这个号召居然没有人敢响应，人们不相信日本人真的走了。据当年的《旅大人民日报》报道，政府在全市掀起了一个平民大搬家运动，谁带头搬家谁光荣。人们在大街上敲锣打鼓，写成标语口号，向搬家的人学习。于是，这些一直拥挤在大杂院和贫民窟里的人们，就这样成了柳厅、风厅、桂厅、樱花台、青云台、秀月台小洋楼里的主人。在西岗区，今天仍可以找到小岗子市场旧址，现在已改叫西岗市场。当年日本人因袭俄国人对市场街的设计，以整顿市容为名，先是迫使原来搭盖木板房营业的华商迁到南山北路，后又让他们迁至小岗子，以扩大小岗子中国人市街。从此，小岗子不但成为中国人集居的地方，也成为不同层次的华商汇聚的地方。在华商集中的小岗子，后来还建起一个全市闻名的露天市场。1918年，川岛浪速为解决逃到旅顺的肃亲王全家的生活费用，向东洋拓殖会社贷款30万日元，在小岗子桥立厅8号至14号，也就是今天博爱街的一个狭长地带，建立一座占地4万平方米的露天市场。整个市场划分为4个区，四周用木板和简易砖房做围墙，因为上面没有棚盖，整个市场只有少数建筑物，大部分是空地，所以就叫露天市场。这里除了经营各种旧货和日用品，还设有各种供吃喝玩乐的消费场所，每天的客流量难以估计。那些住在东大连的有钱人虽不在这里购买商品，却喜欢常来这里观赏市场景象。日本军政要人和其他外国旅客来大连，甚至于把这里当作必看的地方。1943年，川岛浪速回国前，将露天市场卖给大连市商会会长张本正为首的几家华商，露天市场便更名为乐天公司。1945年以后，桥立厅改名为博爱街。因为市场还在，因为人们习惯于来这里买东西、逛光景，老大连人就叫它博爱市场。这个平民而热闹的市场，有点像北京的天桥。几十年后的今天，随着城市日新月异前进的脚步，随着贫民窟和棚户区陆续的被拆除，所谓的小洋楼、大杂院，所谓的东大连、西大连，已经越来越形影模糊，直到变成一个传说。
一个城市不能没有心，心代表着城市的现在和未来。同时，一个城市也不能没有旧，旧是城市的背景和城市的经历。我们把镜头主要对准了大连的旧，因为这些旧是一种依据，一个佐证，它可以让大连城市的历史连续起来，承接下去，变成凝固的记忆。